哎呀，召唤兔子的时候一点也不温柔，还拽人家耳朵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赶紧搬奶酪吧，我要出去逛逛街。不是吧，我怎么一下就被打死了，也太脆弱了。哼，我要给兔子报仇。哎，怎么就差一点呢？喂，这都能打到我，什么鬼，我跳这么高都能打到我，这游戏也太难玩了。不过即使上了火箭，我也要依旧高冷。哇塞，这个侦探竟然带了蛇脊，感谢老铁的救命针。好了，开始打扑克了。蓝牌，哎，看我这完美的跳接天使的治疗，看看这和路人的配合，简直完美。不能嘚瑟了，手绳还没拿呢，小兔子给我过来吧。别说啊，这个魔术师还挺好玩的，到时候有没有人和我组个魔术师车队的，各种黄牌红牌蓝牌满天飞，想想就很刺激。对了，你们抽到金羽毛了吗？没抽到的话，记得最近去买750金币的邮票，和奶宝一起白嫖魔术师。最后呢，大家别忘了去西瓜视频点开奶宝置顶的那个视频，点赞评论发弹幕支持奶宝哦，冲冲冲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关注哦，爱你哟。